这野熊孩子这个 T 恤太好，太好玩了，太可爱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这衣服也是教练他们。啊，这是教练做的。哦。この子めっちゃ余裕の顔してる。超轻松啊！所以这边就是小孩子最流行的运动也是棒球。台湾的国球就是棒球吧？哎，是这样，早期台湾有一支球队叫红叶棒球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棒球就开始觉得是比较荣耀的，比较荣耀的。对，我上次已经见识到就是台湾人干搞算命的能力了，真的，就是不能真的不能乱讲话。对，没有，其实乱无所谓了，可以讲干话，可以讲干话，不能讲，你乱讲话还是有粉丝，不能讲说话，可是可以讲干话。不过我都不会用粉丝这个词，因为我觉得你又不是 idol， 对不对？哦、你说一个大叔，又一个大叔或者怎么样的，用什么粉丝？就是观众就好了嘛。他关注你又不代表，哎，我好崇拜你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不是因为很帅所以崇拜。帅吗？哦，一般都是那个阿巴萨也是那个光复的，然后立方也是你们光复的。哦，是吗？然后那个我他们来拍摄一下，啊、哦，你帮我接待一下。哦，在训练。你好。OK。立方很困惑。立方，我叫阿力，我叫阿力。阿力，我叫南波。南波，南波厉害。兄弟这样的。哎，所以是拿篮球练习吗？篮球吗？篮球是因为它的体积大。哦，比较好击中。哦，练感觉是吗？练击球的感觉。棒球是比较小颗，哦，击的实力比较小。对对对，因为势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它的空间会比较好发挥，哦，比较好控制自己的棒球的力量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我们有两个发球机，哦，一个发球机是投变化球的，那另外一个是直球比较快的，哦，大概一百公里吧。100 ，OK OK。然后变速球比较70左右，哦，因为视觉感觉会不一样。是是是。对。是比较简式的。对。打击场。对。没有灯。晚上不能。哦，晚上不能打。我们一般来，我们都是135都会要用到足球场。嗯，他说24都会就是各个练习这样子。是踢足球的人多，还是打棒球的比较多？现在，因为时代变迁，所以很多的北部的足球会比较多一点。哦。北部的打球比较少。打球比较少。新城以秀林乡为重的话，这是唯一的棒球队，哦，其他的学校都是踢足球。你好。野球孩子。他在看我。暗号。南爱好，你好的意思。你好，南爱好。那你就回答今天那个艾莎。艾莎。艾莎。他叫你艾莎。艾莎是什么词？艾莎就开心，不是吗？一句词而已。我帮你开心怎么讲？哎，好吃怎么讲？好吃。好吃。所以原住民，你看，不是，所以原住民里面没有这好吃这个概念吗？所以说。就是大家都觉得东西不好吃，所以我不知道好吃叫什么。真的假的？没有人会好吃。是日文吧？
日文呢？对啊，原住民没有好吃。所以你们吃原住民的东西不会夸奖食物很好吃？不会啊，完全没有要夸，不需要夸，不需要夸。你们很难相处哎、欸！有钱啦，这里不要这边啦，往前面走啊！你看了啊，所以这边原住民的孩子也是蛮多的，猫被子。我说别这里啦。哦，这边主要是、啊、是原住民小孩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整个就是新城的居住的居民，就是原住民的比例比较高。对。嗯。从刚刚那边看过来，这边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小孩。哦。看起来。那原住民也会学台语吗？哦，比较少，但会听了，现在比较听得懂。哦。但是用的比较少。比较少。我好像用力了。动作做完了，动作不做完干嘛了？大陆哪里？那个。转换太快了。因为我的叔叔也在大陆。哦，是哦。所以现在在教学，叫吴建州。不过他在来教球，大陆的。哦，我是那个东北的。对。因为很多的教练都是职棒退役之后，就是往大陆发展。哦，是哦，就这样去那边去教。对啊，当教练啦。的确，那边这个野球的水平还就是比较低嘛，就是不太流行嘛。比较竞争来说啦，这样子，因为台湾的球类运动就棒球比较竞争一点。哦，对，那可能是因为大陆那边没有很发展，没有那么好，没有这个棒球环境。对对对对。没有这样子，怎么变？日本人就是足球和棒球，就这两个球。对 ，soccer 和野球。それはにも日本。そう日本みたい。嗯。台湾人包月。台湾人包月。哈哈哈哈哈。也是一半的日本时代嘛。嗯。这局部也是日本的笑话。日本。哦。野球孩子。野球狗。可愛い。稲田さん普通に野球はやってたんですよね。大前点、大前点。ミルセン。球队人数的关系，有时候，嗯，听说之前是跟足球队，然后跟一个小铁人队，然后抽一个棒球队，然后去比赛。然后因为要招生的，然后不得已要招生，所以我们去了阿帕部落，嗯，要招一些小朋友来打球，来帮助他们吃住，然后克服。这样子不断的在做这个循环，然后让小孩知道打球的快乐，对啊，对。然后因为去年中了一个 U12 国手，所以慢慢的小孩就开始来打球了。哦，所以这边也是培养国手的地方。也是可以这么说啦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本身也是国手出身的教练。你是国手？没有啦，我的教练是国手教练。哦。U12 总教练陈明仁教练。这是我以前的恩师哦，也是就是这里出生的，对，也是他第一年来西城国小来教球的，所以这边都是以部落这样去就是发展，一起都是一起的，一起的，每个人都是哥哥弟弟啊，都是亲戚这样子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哦，一个拉一个，让自己会比较团结一点。所以这边其实连打跟棒球，说不定之前都是奢求的。对啊，没错，这些都是人数的关系。201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中断了8年吧，2017年才重复创的棒球队，因为前面比较优秀一点，学长姐啦，以前的学长，2019多少忘记了，全国人士第4名，奖杯都在校长室。奖金呢？奖金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这个音乐真的是全国的呢，是吧？都说说，对啊，全世界吧，全台。只有你如果有去蓝屿的话，他们当地蓝屿垃圾车是他们自己的。哦，是自己的音乐，不是这个。嗯，很了不起。这边资源是真的很高。对。これは最高の思い出だ。これから原住民の子供たち。
と一緒に野球やります。日台交流。日台原住民。原住民の子供たち。もう将来のあれですよ。国家選手の予定。キャッチボール。野球ハイズだ。野球ハイズと一緒にやりたい。キャッチボール。じゃあやる？来、我们来玩キャッチボール吗？来。ありがとう。まあキャッチボールぐらいはね。いいっすね。遠いな。お、おっと、危なかった。やっぱりあの野球ハイズの方がうまいな。这野球孩子这个 T 恤太好，太好玩了，太可爱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这衣服也是教练他们。啊，这是教练做的。哦。この子めっちゃ余裕の顔してる。是不是觉得很轻松？超轻松啊！你听得懂我刚刚说的那句话？一点点。那小孩眼神都闪亮亮的呢。很有希望啊！对，而且你看，就是这种棒球少年，就从小就晒得黑黑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教练还是很凶。哦，是哦。很凶。你说那个教练，每一个教练都很凶。电视剧教练平常带小朋友也很凶。是哦。所以就小孩都很听话嘛，对不对？纪律。嗯。纪律，皮的还是皮的时候还是皮。哦。皮是很正常的嘛，皮是小孩子的活力，小孩子的天性。皮也比较聪明。对啊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嗯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手下留情。哇！手脚并用，顺便。这样录到吧？一，一，好青春哦！一滴，一滴吧。哎呀！这个是很珍贵的画面，对，这一定要剪进去，一定要剪进去，搞不好别人还以为我们是 C 好的。有诀窍吗？你要教他诀窍吗？我接，这样接，这样接。どうでした？いや、对吧？对啊。
明天去比赛吗？明天去回家。哦，明天回家。下周比赛。下周比赛。哦。明日実家帰って、来週から試合出る。嗯。試合。全国的吗？对。哦，全国。え？全国野球試合。マジ？この子たち？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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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じゃあめちゃくちゃ上手じゃん。そう。全国レベル。全国レベル？え、じゃあ三振とかより強い。到这里晚上就是因为没有灯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练习。其实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简陋的，我觉得。大家也希望就是能为这里多尽一份力，然后多一点那个社会各界的人士的帮助，然后帮这里，对不对？就是孩子们的设施可以更好一点。对，嗯。毕竟他们也只是想要打球而已。对啊，就是很朴素的孩子们。那孩子们都十分礼貌，看到长辈都会打招呼，然后都会很礼貌。它不仅仅是灯光的问题，就是它甚至都没有正式的一个棒球场。对，台北的学校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嘛，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原住民组成的一个，就是然后对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 level 在台湾的话，应该算是一般，还是说不算是特别不是很理想的状况。这种规模会就稍微小一点，嗯，规模稍微小一点，还有更这个更有更小的，有更小的，然后也有就是设施更不完备的，对，就是在更深的地方的话，这样子，教育你说注重也还是有的，无论整个资源有到很平均吗？我们是不认为现在平均是一个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，但是大家还是尽量往那个，就是对，而但是这个缩小差异是以一个非常自然的方式去实行，而不是说很强制的那种。对，没错。